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田园围棋》，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和赵守寻一起为大家讲解第十届畅棋杯八强战的对局，是由陈耀烨九段对阵谭笑七段。守寻你好。哎，陈莹你好，大家好。很高兴啊，这盘棋也是八强战里面的重头戏。耀烨现在是这个前不久刚刚天元五连霸，很霸气。那个小谭笑呢是，我印象中他应该也有个头衔吧，现在目前是中国的名人啊，中国的名人啊，对对 对, 对、啊，不好意思，这是名人与天元的对决，那争夺的是昌棋杯的四强席位，很有看点的一盘棋。是啊，现在这个中国有挑战的这个头衔的不多，这个天元和名人的对决，两个守擂者的对决，对对对。好，下面我们就看看棋吧。好，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比赛开始时候的画面，是在中国棋院的大厅。然后这就是现在这个我们看到是八强战，一共有四盘棋。这是谭笑和陈耀烨，右边的是谭笑，非常熟悉的面孔啊，我觉得不用我们多说，大家都知道谁对谁了。两个帅哥，对，出镜率非常高。下得好，人长得也很精神啊。小伙子。哎，这个如果从画面上来看，真的没看出来到底是谁年长一点吗？都很年轻，本来就很年轻。对，陈耀烨89年，谭笑更小，93年。对，这是谭笑。对啊，看看他们俩谁能为自己送上六一儿童节礼物呢？对，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我们也提前给所有小朋友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吧。对，我想呢，今天可能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呢会是小朋友，不过大朋友您也可以过六一儿童节。对的。哎，这看到的是著名的美男，刘星七段。对，在这个八强战中，80后棋手不太多。一个是80头的这个美男刘星，还有一个就是陈耀烨。这个孟泰林也是80后的。哦，他也是八七年。哦，87年。这两位，哦，这厉害了。这个是我们目前，这是连笑。连笑。是应该年龄最小的吧？现在目前八强里面，他是94年的。哦。小伙子刚刚伤愈复出啊。不过势头很猛啊。势头很猛。对，拿下了我们的世界冠军周日阳。这个就是我们目前中国排名第一的陀嘉熙。陀老。陀老。我们看八强的阵容非常的强大，虽然少了我们熟悉的古力，对孔杰，对，但是也是新生代里面的最强的选手，基本上都在这个八强的席位中。对，而且呢，畅棋杯我觉得它经常会涌现出一些新的棋手，就像我们之前的九届，其实有7个新的冠军，对，这个、然后只有古力和孔杰是蝉联的，对。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上次看照片，好像邱俊也得过畅棋杯啊。看看这次的畅棋杯到底是花落谁家？会不会再给我们惊喜啊？新的惊喜？对啊，会不会就在这两位棋手之中呢？我们一起来看这盘陈耀烨之黑。星小木，白且星小木。星小木，然后首个角这个是叫小林流，对，这个是所谓的新版小林流，但是距今已经也有个20多年了啊。是老版的小林流呢，是这个要挂了拆过来，要挂了这样拆过来，对，后面那个光一先生常下这个，所以说因为他下这个总能赢，所以说就又变成新版小林流了。那如果下这个盘盘输的话，或者是成绩不好的话，我想这个称呼就不会存在了。对，因为呢，就好像咱这个围棋界啊，就是谁胜率高，咱们就会效仿他的对胜者为王布局。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曾经也在这个比赛中打出过所谓的新手啊，但是过了2个月之后，这个就被某位知名棋手，就是媒体就说是某位知名棋手下出了新手，下得跟我的一模一样。这个我也 是被他效仿过去的吗？
啊，可以说是被被人家那个扣费走的，但是我也是没有办法，我觉得的确这个人家下个赢棋才是硬道理。对的，对的。那盘棋你赢了吗？那盘棋倒是赢了啊，倒是赢了，没有人关注嘛，这个就是没办法的事情了。那我们要好好宣传一下。白棋中国流，中国流好像谭笑非常喜欢这个布局，黑白都下。嗯，中国流的确是结构很好，不得不说这个结构啊，的确是非常好。尤其是黑棋从这个小目方向挂的时候，你就很难受，挂在里面吧，就只有留个拆一的位置，显然是很局促。你挂在外面嘛，从小目的外侧挂总是亏一点。对，然后白棋就手脚的话，这个时控看着也蛮大的。对的。所以说中国流的结构是的确是很不错的，黑棋呢选择从上面挂角，然后跳，这个点角哦，现在这么流行这个点角，对，啊，这个点角是，我已经看到好多这样的开局了，对，这就是现在棋理进步的一个体现吧。那以前我记得我们学棋的那个年代。过早的点角是不可思议的一手，对的，一般都是我们抢占大场嘛，对吧？布局阶段先是大家拉开阵势，那么这个棋，最常见的就是直接拆回来，老师会说你这个大局观很不错，对吧？把这个棋都展开，那么还有就是飞进去，老师会说呢，这步棋有点财迷，有点探实地，但是也是可以的一手。那如果这个都是财迷的话，那今天的这个点角算什么？这个就是强盗的行为吧，明目张胆的去抢劫，去人家入室抢劫，这属于是。对啊，这个极度财迷。极度财迷，但是很有道理，这步棋很有道理。这就是我们棋理在进步吧，也没有什么棋是不能下的，其实，是这样的。对啊，现在我看啊，直接点角的越来越多。起初呢，我觉得我对这个点角曾经质疑过，但一看大家都这么下还能赢，那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对的。这个观点我对陈英老师是不敢认同啊。这个随波逐流嘛，不好吧？刚才您不是讲吗？赢棋才是硬道理。啊，是我这很无奈的说法。但这个点角还是挺有道理的，仔细想想有道理的。对，白棋必然要。对你如果拐，首先那这个人家就肯定是便宜了，对，他肯定要比飞好。嗯，飞的话，首先人家白棋可以尖啊。第二点呢，你飞他即使不尖，你这个再小尖尖不着，这下尖他不会跟着你挡啊，就是将来会有很多变化。所以说飞呢，如果像这样的话，那肯定点角会比飞好。对白棋，而且呢，这个挡通常呢是妥协的一种。对的，对的，而在刚开局嘛，白棋肯定没有心情，几乎所有的棋都是挡下来的，对，真是。然后现在大家都喜欢爬，这棋反正如果你接的话，它也是飞，对，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啊，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对，这个靠住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如果你这个时候比如说是加一个或者虎，这无论走什么哈，黑棋是不是可以盯一个，也可以飞出来？对的，黑棋就算飞出来，这个棋局部来说，我们就可以跟某一个定式做一个对比，就很像了。大家看这个一边低加的定式，哎，对的，就把七个棋子稍微变一下形状，手数都不变，形状稍微变一下，就形成了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将来这个地方逼过来还有点的味道，而且黑棋的头是非常软的，所以说这个结果是一个普通的定式，但这样的话黑棋比刚才那个棋形要好。而且我觉得就算刚才那个形状，其实整体的配合下来也是黑棋满意，对白棋的这个子的位置非常不好。对对，非常对，非常对，这个是，所以说白棋下到这个棋形的时候，白棋不能容忍黑棋飞出来。那靠住是必然的，就必须要靠住，对，所以说它实战是爬在这儿啊，这两个有点区别。对啊，因为粘上的话，黑棋是有加，爬一个，反正就薄一点。嗯，各有利弊吧。但是现在大家都下爬，用陈英老师的话说呢，大家都下了，肯定是有道理。千万不能像我，一定要这个，反正深思。对，我觉得啊，我们对高手的棋还是要有的时候还是要发出一些质疑的声音呢，也要想想。为什么？
对，画一个问号。对，高手的棋想想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质疑，其实我建议如果小朋友的话就是先学习，因为当时我学棋的时候老师就这么讲，等到你学个十年二十年以后吧你再质疑。我说好，先学习，僵化再优化。我们先那个把它牢牢的学过来，然后通过自己的理解再慢慢的去改进。这个想法也是对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很一味的认为只要高手下的就永远是对的，因为高手自己也在不断的更新。对啊，但是这个棋应该还是挺有道理的。然后他俩长粘上，粘上。黑棋这个时候跳一个。因为如果直接补，比如说你冲了直接粘上的话，那白棋也粘上。白棋，对。前两天也是同样是创棋杯，就有这样的一个定心。不过黑棋没有马上下，黑棋就脱先了。脱先了，这样的话，对这边将来不太好利用了。白棋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搬起来？搬这个，反正也是。然后这样的话，对，有个断，白棋可以考虑搬起来。但总之这样的话，这个黑棋就是显得，相对来说啊，就显得没那么灵活了。因为这个棋，白棋这手棋效率还是挺高的，你将来如果断不能断出东西的话，就是这个作战如果不能获得利益的话，那黑棋这个角还是比较小。黑棋的想法呢，就是他想两边都走着，那先跳一个。好，这个，对，我想起来了，好像谭笑应该对这个定式蛮有研究的。因为我之前看到一盘棋也是在谭笑对局中，唱棋杯他对孔杰，他第一盘是不是对孔杰？对，是的。对，但是我记得他是下的，也是下的这外面这一方吗？他是下里边这一方。下里面这一方。对，好像是这样的。对，就是他里外都下。所以对这个定式有研究，喜欢这个定式。喜欢这个定式。那这个时候，白棋实际上是先点，对，这个先点嘛，就是把黑棋点中的意思。中啊，不想直接补回来。对，直接补的话，黑棋相对来说比较轻。然后，但是黑棋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只要粘杀？对，白棋再接。如果直接接的话，他这就不会走了，黑就脱先了。哦，也不会再走了，是吧？长也对，这个也不会走，就脱先了。这样的话，将来有冲断的这个味道，白棋挺难受的。他先点一下呢，就是逼迫你必须，你这不走，我挡住，这太厉害了，这黑棋太重了，就必须逼迫你走着冲。对，他先冲这个，这样的话多把白棋冲出来一个断点。粘上，然后再粘上。对，这样的话就是逼迫黑棋走嘛，那你就后手补活。是这个意图。接下来白棋下一招跳在这儿，这就是补自己的毛病了，很明显是不断。那么黑棋拆个二，那左上角这个定型下完之后，这告一段落。你喜欢哪个？你喜欢黑棋还是白棋？我个人是觉得，真的是不好说啊，这个，我可能更倾向于白棋一点吧，我觉得啊。对，之前如果说让我来评，就是选择的话，我觉得一上来走在脚上，肯定发展不大。但是现在啊，好像他们都喜欢这么下，而且还能赢，我觉得莫非黑棋也不错。白棋走着了什么呢？对，白棋走着了一个外面。现在如果把这个子拿掉的话，这个局部手术是一样的。局部手术一样。那黑棋脚上是一个有一个贴木，就是七木鞋，稍微软一点，大概六木半，然后这个地方大概有个两三木棋，反正一个贴木黑棋是有的。白棋呢是数不出木的，目前白棋数不出木，只是一个外势。外势，白棋这个头要比黑棋高很多，这是白棋的优势。白棋这个外势啊，数到这儿的话有七路了，这个头高有七路高，黑棋是走在三路的。所以说白棋在向外的发展潜力要比黑棋大一点，但是黑棋比白棋多了有接近十木棋，差不多十木棋。所以说很难判断这个优劣。然后但是白棋这个位置现在看来还是对有点低，对，稍微有点低。如果高位会好一点，离后的地方比较近，如果在这边的话可能
会不会好一点？这个比较霸气啊，这是陈颖老师的棋风啊，这个稍微远了点，就是在这儿其实就可以满意。哦，这个也不算很近了，不算很近，它自身并不厚，这个棋不是特别厚。这个毕竟有将来有断的味道，这种地方一旦有籽儿，它就有断的可能。对，看来我对厚薄的这个认识要再加强一点。没有，因为我通常就觉得哇，我这个都已经到七路了，肯定是后世。一般这个女孩子的棋风都是比较厉害，比较狠，所以说看着自己的后世就想撑得更满一点，围得更大一点，这是很凶悍啊。陈颖老师棋风很凶悍。没有。我觉得还行吧，这位置还行，就是可能高位好一点。那总之我是觉得白棋看上去白棋的形状要比较舒服一点，饱满一点啊。黑棋基本上都去三路二路去走了，就是感觉，但实际上真的是很难说这个谁好，不好说。那就是暂且算它两分。对，我就只能再白棋从这边扩张。对，白棋这步棋也挺有意思的，这步棋，他没有选择去挂黑棋，他是选择自己先围。对，这个扩张的选点，他选在这儿是想限制一下黑棋的，就是打入吗？你比如说，你直接走在这儿，这是最普通的，这样的话，人家就可以挂进来。然后通常大家都飞的。对，这个他一拖，这个定式、就活了。对，我们就不用太多摆了，这大家都会懂的。这个定式，一摆黑棋局部就能安定，就是你这个子帮不上忙。人家挂进来的时候帮不上忙，但他在这儿呢，你如果再挂，他一定就不会选在这儿走，可能就直接搜根了。对，小尖呀，或者是直接从这个地方过来，反正他这儿有子，你下不来嘛。这样的话，黑棋就显得有点苦。这个子是能帮得上忙的，在这儿的话是帮不上忙。太远了，太远了，有的时候大未必是好。对，大的现在这个。时候大就是其实反而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人家进来你就拿他没办法，这个小反而是强硬的表现，这也是围棋挺有意思的。是啊，如果黑棋敢执迷不悟的话，那我就要给你最严厉的打击。对，这个是这跟看上去的正好相反哈，因为我们说把棋撑大了是饱满，其实他这个小把全都缩回来就更厉害。他这个实际上更贪，就是说这都是已经是我们家的。这个，但如果你这个，对，如果这个就太小了，这个的话就没意思了，这个对就显得不够。那黑棋都不用想着去清消了，可能在这拆拆边就满意了。对，这个就不到位。这选点很有意思。对，分寸很重要。是的。然后黑棋呢，他就不敢贸然进来。黑棋震震一个。这个。就是双方啊还是都挺看重这个后势的，只能这么说。因为如果正常来说，拿到黑棋的一方呢是不怕与对方对围的，对不对？黑棋有先招这个效率，有先招的优势，那如果形成大模样对围呢，它这个多一手棋是优势很大的。但是目前的结构是白棋在右边在左边左上角已经有了一个后势了，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再去与对方对围就显得不太明智了。是啊，因为之前黑棋的子都在去围时控了。对的。所以下棋要连贯，你既然前面捞了实地，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跟对方去对围了。那就要尽量选择对破或者对消。好。让这样让对方后势的威力发挥不出来，这是一种思路。这也是好像把这个棋局引向均衡的一个想法。对的。这就都是很有意思的棋理吧，这都是很，也是围棋很妙的地方。对，通常好像清消别人的这个模样啊，都使用震。对。但这时候对于这种棋震，不容易抓住他这招棋。对啊，那白棋应该怎么应对它呢？因为我经常看见啊，我要如果一要围大模样，人家就如果我在三路上，人家多半都使用震，但是不知道从这边围又不肯，如果当头一震的话，我又没有把握吃它，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这就是这个震是好点，说明这个震是选择很好。对，刚才陈颖老师说的这个，如果在三路的时候挺怕震的，
这个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哈，这是实际上是一种规律。三路上的棋子，就是你要下在三路上围控的时候，通常都是担心别人两种下法，一种是震，嗯，一种是尖冲。尖冲，对，为什么呢？因为三路的实控啊，不是很充分啊。你如果在三路一直去爬，那这个实控围的并不是很充分，啊，所以说呢，讨厌人家倾销。如果在四路的时候呢，大家看很少有尖冲或者震的，就非常少啊，啊，就因为四路的时候围控是效率很高的，对，所以四路是怕打入。打入。对，大家看，一旦四路的时候，它下盘空虚，啊，容易在底下做活。打入之后，什么一拖了连扳呀，最起码一拖了一虎，弄个劫。所以说，这是围棋的一个规律，就是围控的时候一种规律。你要下得高，就是下盘空虚就怕打入；下得低位呢，效率不高就怕倾销。哎，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自己下的时候很实用的啊。对，所以说在棋盘上的每一手棋没有绝对的好手，好与不好，对，一定要看周围的这个情况，看着它的弱点在哪，然后再对此出击。每一招棋都有它的优点和它的弱点。对，嗯，再就是什么时候用尖冲，什么时候用震，这就非常有学问了。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种解释吧。我觉得如果对方两边都大的时候，尽量要去震。哦，叫他看看他护哪边，然后我自然而然就会破坏另一边。哎，对的，对的，嗯。如果他只有一边大一边小，比如说这样的时候，嗯，啊，我们尽量要去尖冲。啊，因为这边比较宽，对的，你这个阵对他已经他没得选择了，他这不可能再去围这边了，对不对？那肯定要围这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尽量要去尖冲，啊，你让他这个后上加后，让他去重复，不怕他去围的时候要尖冲，如果比较担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好尖冲，尖冲在这儿，这边也挺宽的，对吧？你要尖冲在这儿呢，这边也挺大的，这个不好选择的时候，尽量要去震，震一个，把球踢给他。啊，让对手去选，这也是，这个选择的时候的一种思考方式。嗯，那对于这个阵，白棋该怎么下？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啊。对啊。啊，白棋该怎么下呢？的确是挺纠结的。首先，这一个肯定没有把握吃它。对，这一个一般来说也不是说去吃它的意思，嗯，就是你想攻它的时候，不愿意让它轻易出头。嗯。就选择阵。其实我倒是觉得这盘棋可能可以考虑震，就是不怕他活在里边。啊，他比如说不好下去，反正他这么拖一拖，靠一靠，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我在这边走一走啊。手筋很多，陈颖老师手筋很多，就连贯不上，经常靠这那这个地方靠了断吗？那可是这个子好像也蛮重的，对。一般来说阵，我们先说普通的啊，这个先不想手筋啊。一般阵呢是这样，就是找个地儿跳跳啊啊。那我想白棋他就跟着跳，啊，对的，也就便宜了。对，然后再跳，白棋一般来说是这样，啊，就是不愿意让黑棋去底下做活。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阵呢，其实它实地上也没损，嗯，哎，该守的地儿也都守住了，守住了啊。但是他是把黑棋下重了。就这招棋让你这个两边横着跳也没有出头，嗯，把你下重了，这是这个阵的一个用意。我觉得这盘棋其实可以考虑阵啊，阵挺好的。对啊，我觉得黑棋这几个子，而且如果再跳的话，跳这个，这黑棋还不是一，他敢这么跳出来吗？这盘棋可以跳这个，因为这边厚嘛。嗯，那黑棋还挺麻烦的。对，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担心。这个谭笑，谭笑的棋还是很犀利的。谭笑的棋还是很厉害的，就是他，反应特别快，然后对棋形掌握特别好啊，大局观也很好，就是他属于是那种，很有灵气的棋手。嗯，我想他应该第一感应该会是震，他没有选这个，可能是有什么担心吧。这个回头得问问他，我觉得我是，我暂时看不出来，因为无论你靠哪边，我都可以扳断你。嗯，这个是一个前提，有利，对，正字有利，你不敢靠。啊，如果你围的话，人家反而敢靠了。对，啊，这就是围棋有的时候很有意思。你走了，人家反而来了。对啊，越围越小。越围越小，嗯，对，你这个多走了一个了，你再扳断它，你这个子就没什么用，它就可以去腾挪了。但你站在上面的时候不一样，
他靠的这个很重啊，你这少花了一手棋，这吃的会大，所以说你站在上面的时候，他两边其实反而都不敢靠，啊，也是很有意思，这个是反而不敢靠的。所以他到底担心什么？我一会儿想去请教一下，问问他。嗯，然后这个是选择之一。那像这种就是围控行吗？围控呢，就是比较消极的选择，一般来说，除非你能围的，就是特别大，你围了之后你就形势好了，才可以这样围。不然的话，这种围控都是被人家便宜了的下法，妥协的下法。像这种靠的围控，一般还不如就是自己飞好。哎，你这个同样，这其实没多围几目棋。嗯，因为我看啊，这个不是说巴掌控吗？这个角好像也蛮大的，也有一巴掌。但这个巴掌它不见得它都给你，哦，就可能会对啊，这个拖这个。它这一拖，你是让它稍微活一点，这就变这个巴掌。对啊，就变成少了一角，对。那大概你要让它占点便宜。你这样吃的话，好像又不一定吃得到。不见得有成分。你就是比如说，它可以拖断，你走这个它打，就味道就出来了。你如果尝在这儿，这样的话可能可以吃，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看就是什么碰一碰啊，就好像确实对这个陈老师手筋就来了，这一靠就你就肯定会被他占便宜，是吧？你只能尝，不能给他再接近，搬一搬。嗯，再便宜，你看这巴掌控就是，这一巴掌就扇走一半了，这就没多少东西。对啊，人家都是这样的巴掌，让别人这样的巴掌，这个效率就不一样了。对，嗯，小朋友的巴掌了，变成我们六一儿童节的小朋友的这个小巴掌了。那也太小了啊！对，他实战是很稳健，他是走在这儿，这个显然就是我觉得就是。围棋嘛，我们说手弹是吧？那每招棋其实它都是在传递一种信息，对，传达他的思想。那么我们刚才讲，可能我是很想震的啊。那他没选择震，他选择这个，显然是他觉得自己这边有薄味儿。我觉得他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他是在对啊有担心。这个地方还薄。这差吗？对，陈英老师一直是很对啊。我刚才我就觉得我这个都进了，我想离远点，因为我觉得它足够厚。看来谭笑不这么认为，不过刚才您也不这么认为。对，我是觉得这地方不是很厚，但是我是没有他们这个高啊。他这个到底有什么棋我没看出来，因为我觉得不太敢靠，这可以扳断的。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有担心的，他这样选择呀，就说明他是有担心的。那黑棋就很容易黑棋就大跳，对。白棋呢，在这边。莫非他想把这个养大了？啊，这个思路也不错。之后黑棋走收脚，白棋拆二，一人一个。嗯。打场，一人一个。之后黑棋再来挂，破坏白棋的这个模样。现在再进来，现在再进来也挺好的，因为这个棋，我们刚才说直接进来的时候，有点担心他爱尖，但现在他已经有了这两个交换了，对，就不是很怕了。或者是走这个，这现在走这个可能就被盖住了，就不怕了。你这边有味道，靠的味道，就可以盖住你。所以说现在再来挂呢，时机就要好很多。这两个子接应，对啊，有援兵了就不怕。嗯，他还是选择了反击，靠这个啊，他还是不想让你轻易的连上，对，因为这个两块弱棋连在一起当后势用有点受不了，所以说他先去破坏一下，是要分段他。我黑棋也很清楚，黑棋就来这儿跳，这不理你啊，这个不大，这个你现在搬这已经花了一手棋了，这地方不大。对，如果没有这手棋，这个还效率还高点。对，这个就后上加后，所以在他这跳的时候呢，白棋只有跟着硬，这靠下来受不了。对啊，还是下面打，拖一下。拖一下，然后再搬。这个棋现在就，黑棋看着好像也能连上。对，连上，我觉得这个棋黑棋还是挺成功的，我感觉啊，下到这儿黑棋还挺，因为我们换一个次序就明白了，就换一个次序大家就明白了。挂角小飞，对，全都拿走，
我们之前刚才说白棋的这招棋守在这儿，就是不想让黑棋舒服的进来，嗯，对吧？这个是白棋的一个思路。那你如果守在走在这儿，那我这挂进来就变得很顺理成章了。对啊，然后你想飞飞攻，然后靠一下，我得靠一下，你就冷静的退，拖一个，我就拖一个挡住。这时候黑棋一震，这个黑棋还是挺舒服的。你这说来说去，等于这招棋还是白下了啊，这招棋的意图没有达到。还是被黑棋还原成了一个挺舒服的棋，就处理了。然后他就他能震到，还是很舒服的。他能震，你只有想跳，然后他再大跳出来，对吧？他这个没有选择去做活，嗯，啊，选择了出头也是不错的。更何况你这还靠了两下，对啊，靠两下现在就很损。对，靠几下就最主要是没分到黑棋，就没用。对，这两下就变成损棋了。我长这边是不是也没用啊？长这边就比较过分，对，这也没用，他可以贴这个。对，这边是有个软头，对，还是分段不了黑棋。那退一个，那这一长，这一长依然没办法。是，这两下就亏了，现在。但是你不靠这两下呢，人家也不下这个棋，这也是没办法的。所以说，我觉得总体来看，黑棋还是挺满意的。啊，我是感觉白棋这招棋还是太稳健了，这个怎么能这么稳健的一个盘下？嗯，对啊，那您这个平时是跟谭笑一个队的吗？而且也当过很长时间他们的领队教练啊。然后，那你对谭笑的评价，这个棋风上面是一个？谭笑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棋手啊，很厉害。他棋就是我刚才说，他很犀利。其实，谭笑的棋很犀利，他对棋形的掌握。啊，包括对这个棋感啊是非常好的，大局方向都很好，挺全面的，后半盘也很强，很挺扎实的。但是谭笑有一点，我觉得我是很希望他能够再突破一点，再提高一点，就是他有的时候有点轻率，哦，有点他棋感过于好了，然后太依赖自己的棋感，所以导致有的时候有些轻率啊。这个他如果要是再稳重一点的话，可能失误再少一点的话，我想他一定更厉害。哦，就您讲了这一点啊，然后就想到，就是今天我来讲解之前，先去二楼大厅看了一眼，然后呢，知道要讲谭笑这盘棋嘛，然后专门看了一下他们两个人的用时。嗯，我看的时候呢，那谭笑还有1小时33分钟，嗯，陈耀烨只剩下33分钟了。嗯，谭笑一般很少有比他下的快。嗯，对。对，然后我们这个唱棋杯呢是延时法点制，延时法点啊，嗯，每方3.5小时，那，竟然这个，陈耀烨只剩下33分钟，证明他这个3个小时已经用完了。对，3个小时用完了。嗯，谭笑就是他这个棋感方面是绝对没问题的，他是很棒的，非常出色的。对啊，快枪，快枪手，嗯，有的时候就是太快了，这个是，有利必有弊啊。对，感觉好，其实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啊。下太快了，有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忽略的地方，可能会有它的盲点。但是也有好处，就是在这个世界大赛中啊，经常大家都是2个多小时的对局，他这样的快枪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到中后盘。对，这给对手压力很大。嗯，这样。他实际上也是有这个后半盘的时候有很大优势。对，看看这盘棋是不是他的优势也在后半盘慢慢建立了。对对对，看能不能体现出来。他是走的尖冲，很悠闲。哦，那是，其实可能是不是还是在瞄着这边呢？还是因为黑棋这边好像并没有形成太大的模样，用不着尖冲，那看着这个吗？这块棋已经不太好攻了，他这随时退了一走就活了，这头也非常畅。对啊，你这个谈不上进攻了。他，我觉得黑棋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棋已经是一种后势的存在了。这块，对，它绝对不是一块薄棋了。哦，已经厚了，当后势用了。他这尖冲可能更多的还是去新削吧，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他这个三路的子嘛，怕尖冲，对不对？这个是马上就用上了。哦，现在就尖冲一个。对，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不太好分头，所以我想逼住，这个，因为我这边不是有嘛，然后能不能逼住他这无忧角？挺好的，我觉得逼住也挺好，比较积极，这样，因为你跳起来对白棋这个拆二影响不大。嗯，如果你跳的话，那拆二就挺好。
如果你这样怎么加过来，我估计他可能讨厌人家加过来，这样你把他飞住，这个角上可能要被白棋搜刮，这个角将来是黑棋的一个隐患，我觉得也挺好的。比如就是他这盘棋下的比较，我觉得比较缓，说的那个直白一点就是挺缓的，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比较悠闲吧，比较悠然啊。好像不怕陈耀烨抢空，因为陈耀烨的棋风就是酷爱实控，然后特别喜欢实地，特别喜欢实地。他就把实地也就让给对手了。对啊，那你就拿好了，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我们看耀烨这下的也是就比较温柔了，这个双方，你很有礼貌啊，你来我往，这个，你的空都是你的，这边也是你的空都是你的，就不争了。不争，很有境界的一盘棋，可能名人和天缘嘛，对吧？虽然年纪都很轻，这两位棋手都是很年轻的棋手，但是现在都是头衔拥有者。对啊，两个霸主。两个霸主，对，都是一方之霸，所以说对、啊、一方诸侯。对，一方诸侯，所以说这个棋当然得也摆出诸侯的范儿来，不能下的。是吧？太拘泥于小节啊，真的是大手一挥让，但是这个真是这样的吗？对，棋还是寸土必争的，还是要寸土必争的。只能说他们现在境界已经很高了。你看耀烨走了两下之后再来逼住，这个就显然是目的也很明确了。对啊，你要是这边好像有所作为，对，想有所作为吧。你要是虎下来的话，我就上班。可以盖这个，他可能先走两下，对啊，点一个飞一个，撑大了盖过来，对，他先攻一攻，假装的攻一攻，一会儿就可以靠住，这个就很大很饱满，因为现在棋盘大家看都已经打散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地方了，所以说能围出这一块就不错，而且好像大家都厚了，也没有什么薄棋，对，白棋如果把上面处理一下的话，对，就是比较和平嘛，这盘棋两个人下的都很尊重对手哈，知道你是名人我是天元，两个人都很有礼貌下的，但这个时候这白棋这个没有很友好哦，他友好应该在这边补一个，然后让人家再继续，这个也是有分寸的，我们也不能太过分哈，所以说他这个先震一下，他觉得不怕吧，就这两个字挺轻的，不怕黑棋来攻他，对，但耀烨不这么认为，飞一个，白棋跳跳出去，他就跳跳出去，这时候耀烨终于发力了，这种地方是耀烨最强的强项，他是跳点，你贴，他是觉得白棋的这个步子迈大了，迈大了，对，他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呢？大家注意，他下招不是长。对，如果长的话呢，白棋是粘哪个？就粘上。哦，粘这个。哦，我知道了，这好像有点毛病似的。他就冲。就冲。然后我也跟着冲。他就对，那下边好像就已经有问题了。对，这个是抵挡不了的。对，这你走，这我就出来。对，反正我从哪边出，黑棋都不太识棋。对，你让我从哪边出黑棋都是劣形，所以这个不厉害，对，这也是白棋敢走这个的重要的原因吧，然后黑棋实战呢是挖一个，这个厉害，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打吃哦，这个他再粘，对，这样两个断点就必得其一了，如果你要是还是单冲，那我就挖断了，我就可以挖断，来注意，我不粘这下，粘这下是俗手。那你如果打这边呢？我一尝，像这个子也是断在金上。那好像也得打这边吧？你就只有这样出来。作战，谁怕谁？这个应该说确切点说，可能是转换。这个可能不是作战的意思，这可能是转换。但是这转换黑棋，这个就是。不是小孩，我不是小朋友的巴掌了，对，这个是比我还要大的手的巴掌对，这可能比一般人要打的是熊掌，这个熊掌孔为一块，那就不得了，而这个地方不是很厚，你走完之后它这个挡住之后，这是个假眼，
啊，这挡住你很讨厌啊，这将来一打吃，这可能还对，哎呦，这个形状白棋怎么这么难受？所以这个黑棋非常厉害啊，突然发力了。那看起来白棋有点难办吗？有点难办，这局部很难办，就已经不太对了。这个局部，这个时候那个小谭笑同志是不是有句这棋理说走不好的地儿不走？对，他开始他的这个灵性啊，展示出来了。下一招他拖这个，这招棋是极具灵气的一手。啊，很有灵气的一手。为什么这么讲呢？跟这边有什么关联呢？对，我们来看看啊。因为如果你要没有这边没关系，你拖这个黑棋，我估计是会外扳。嗯，因为这个角现在挺结实的，对吧？不怕它去活在角上。嗯，那白棋扳三三吗？但你现在如果外扳的话，扳这个就不是三三小目的位置啊。这个呢，白棋如果扳这个是就是一种比较简单，就是做活的一种态度了。嗯、啊，这个是普通的棋形。但是这是局部来说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定性，但这盘棋哦，他准备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这盘棋他应该是断在这儿，哦，断在这儿，争取看看能不能把这棋筋给打死啊，这个是就比较厉害了。你如果走这种的话，那他这个这一打，这黑棋就坏了，嗯，啊，它是有关联的，你如果长，然后他。粘上，对，难免被借用上。嗯、不管你走什么，你粘上还是提了，这一粘，这个黑棋就坏了。嗯，啊，这两个子现在已经这很难跑了，你只有这种很奇怪的棋形去跑出来。对对，白棋已经没有伤害了。嗯，这就是白棋是非常满意的，这肯定不行，而且好像跑不出来。他如果这个打的，对啊，已经跑不出来了。如果刚才提在这儿呢？提到这的话，那、这不像话了，这、啊、下面已经不行。对。所以说这个棋啊，你看上去它好像是脱先了，就是无关紧要的地方来脱一个，这个可得小心，不能轻易的去应对啊，这一定要小心上当啊。对，他这条棋很坏，嗯，他的想法是很坏的。所以黑棋陈小叶这个时候冷静。对啊，之前介绍他们两个人都很大方，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假象，肯定不是大手一挥，这两个拿去吧，不会的，没有这么好。他一看呢，这个局部没骗着，这个人家很机警，啊，不上当，那怎么办呀？啊，再来这个地方，这边再考验一下。啊，因为他局部确实不好办，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这边考验一下，他这拖就当便宜了，其实。便不便宜不好说啊，因为，如果被人家走的话，可能就亏了。对，他就靠这个黑棋还是非常强硬的，扳断它。扳断、嗯。不过这个如果扳断的话，反正肯定白棋会能有一些借用了。啊，对，这个时候白棋就来了，白棋先这样打一个。白棋跑、嗯。这个时候白棋其实挺纠结的，这个棋次序也不是很好走，然后再打这个。黑棋长，就是好像看是先损哪边啊？对，看先损哪边。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说结果啊。结果黑棋就拐吃，拐住，转换了，啊，白棋补一个，黑这个双方妥协了。这样白棋其实这个一二三这三招棋都挺损的，看来都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损失吧。但是我们再来说黑棋这个时候，先来解释一下黑棋为什么不敢跑。跑的话呢，我想想白棋这个次序就反正白棋是可以怎么下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可以打这个吧。对，他肯定要损一边。嗯，再打这个，这个是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大家看、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是这个双争子。嗯，然后这边再一吃，对，这已经引下争了。他如果对啊，他一跑这一吃，这个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这就是标准的中计图。打的时候呢，你这时候不论你走什么，你提这个也争死了。嗯，你要是补这边的话，这个凌空三个被提起来，这也是不行。所以说这是标准的中计。判断就要舍一边嘛，既然已经看出来了，不能两边同时跑。对，不能都跑一边。那这个时候，你很明显，你这边先损两个，嗯，黑棋就把它拐住，就是这样的转换。这个转换的结果，白棋我们刚才说了，一二三，三手棋都损了。
但是你如果不兴这个，你先争这个的话，这又不一样了。你先争他跑，嗯，你再争这个的时候他不要了，他就对，因为走这边来了，对他走这边了，所以其实很灵活啊。这个高手的棋都是很灵活的，啊，你这个次序稍微变一点儿，他的方向就变了，啊，他跟着你变呢，对，啊，对，因敌而动，对，对，敌不动我不动啊，嗯，这个很有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另外一种转换，可能我觉得白棋损失更惨重吧，这边都死了也不行，嗯，所以他实战呢是选择了这样的下法。然后出这个时候那就这边就不要了，就看白棋到底先损哪边呢，啊，对的，这样黑棋再把它抱死，黑棋我觉得也可以满意，嗯，对，上边有收获下边也是有收获的，嗯，毕竟靠一个 就对，毕竟很损啊，然后尝一个，白棋就退一个。白棋下边小尖一下，嗯，这个小尖是先手，嗯，跳一个。现在基本上全局就已经定型的差不多了，就可以数控的一个状态了。对，感觉怎么这盘棋战斗的地方就这一边儿，对，一个战斗。白棋把这个出来，这个很大，这招棋。首先它威胁黑棋，同时隐约着这两个子啊，可能就成为白棋的这个盘中餐了。嗯，走两步它就要死进去了。那黑棋现在是不是不能兼顾？黑棋现在这儿弄了两下，一点。啊，那，嗯，哎，那我觉得好像是黑棋这个转换便宜了，这还能点两下。拖，啊，两下，对。这个让白棋很不舒服，这么多子儿才提了一个，对，可以再去做活，嗯，对，嗯，凭感觉吧，这个先到这儿应该是黑棋还不错的一个局面，对，因为黑棋好像处处都没有亏哈，没有亏的地方，而白棋呢相对来说下的比较的缓，但实际上这个棋还是很细的，我们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形势。现在黑棋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是六目半，嗯，那这边呢这两目就不算，从这儿开始算起，这是十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整，嗯，这块呢是将来我们这个搞不清谁能尖着啊，嗯，这下那就双方立下，哦，双方立下算，这是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十四，二十四目，嗯，这个地方是大概有个三目棋吧，我们暂时数了三目吧，然后再加上上面的三十五十七，这个贴目已经有了，嗯，五十七目，然后加贴目，嗯，白棋呢是看得见的，我们刚才说白棋五十七吗？十二十二一二二三四二五二六二十七，嗯，二十七，这个地方大概是十目，三十七三八三九四十，那白棋的这个实控好像。非常的失控堪忧，担心，对啊，失控不乐观，对啊，非常担心。但是白棋呢，就有一点点后味，有点潜力。然后像这种黑棋，可能有点欠着东西。嗯，我还是觉得黑棋好下，像这样。对，嗯，还是觉得黑棋好，实地的优势挺明显的。但是啊，白棋真的挺厚的。嗯，你看这两个子，反正中间应该是被白棋掌握着。哦，对，这个地方交换过一下。也是先冲过一下，哦，嗯，现在这样，看看白棋怎么在中间能有所作为。我觉得白棋的重点应该放在这边，飞出来，不然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争控。嗯，飞出来，就是他还是很注重这个厚薄的。嗯，如果这个点让黑棋一站住，我们看白棋这整体啊。他不活，嗯，啊，这不活是很可怕，在后半盘是要被对手猛烈的搜刮的，你就欠着目。他把这个飞出来之后呢，我们看黑棋中间好像，哎，黑棋这两个子被切断，然后上面这块棋也许要被搜刮，嗯，如果被尖下来就是很明显要被搜刮，所以这个棋看似单关，看似没目，嗯，实际上它是一个交通线，哎，它是双方的交通线，我走我就把自己连通，嗯，啊，我把我这个不活的棋全部连通。你走呢，你就把自己不活的棋全部连通，那么关系到将来这个收官厚薄，嗯，关系到厚薄。然
后黑棋是在这儿飞的，黑棋在这儿飞，这个也是交通线，跟白棋这条棋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白棋有没有可能分断它？白棋是肯定是很想的，像这种地方弄，但是黑棋不怕，这块棋它刚才已经走了一个了，它这块棋不太怕。白棋跳这个，有了这个跳，下边感觉就是要长目了。对，黑棋想尖，好，双方黑棋非常凶啊，拼的，把这个也尖了，白棋现在来收这个关，然后加这个，这个小尖跟那个比呢，就是这个目数要大一点。但是这个可能会关系到黑棋的厚薄和眼位，这个关系到眼位。那黑棋现在要做活扳，所以也说明陈耀烨比较自信，他是大跳了一个。白棋点。对啊，这块好冲击黑棋，感觉还是要被四不刮的样子。这块如果白棋刮不着东西的话，那这个白棋就很难办了。不过，根据我们刚才的点目，中间白棋已经小有收获。对，黑棋现在这儿，这个怎么讲叫挣扎一番。其实是没有什么棋的，但是，走两个摆摆眼，然后同时把白棋的空压缩一下，然后再刺这个吧，粘上。交换完了之后再去接。粘上。长。粘上，这样确保这个地方有半只眼。不知不觉其实白棋也都随时都有收获，也在收着目。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一旦你有薄棋的话，对方肯定就会有收获的，对，是要付出代价的。黑棋飞一个，这都是很撑得很满啊，黑棋铁扳一个，这是先手防一下，对，然后就再抢，黑棋一直在拼，一直在抢，但中间好像中间非常的薄，中间肯定是欠着点东西的。对啊，白棋怎么冲击呢？白棋先交换了两下，对，交换了打。哦，直接我看他是怎么就进来了，点到这儿。点到这儿，这个是一个要点。这也是谭笑厉害的地方，他对这种棋形非常的敏锐啊。对，这是点在方上。这么走两下就好了，肯定谭笑说这。别骗我这啥棋太厉害了，这点在正中间，大家看黑棋所有的棋形的要点，这个是正中间，心脏，对啊，指导心脏，指导心脏，黑棋好像有点难受，我看见这手棋顶他这个只要不死这招棋啊，只要你吃不掉它，那你这个棋形就是一塌糊涂，对啊，很糟糕，然后他就冲一个就冲回来了。挡住，然后这边吃一下，这个吃是先手，黑棋在这补，要不走的话，它可以把你扳死。扳了冲。我们刚才说黑棋的这个地方是半只眼，原来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说的是很不对的。现在就没有眼了。现在没有眼了。对啊，提一个还先手。这时候黑白棋先扳粘这个。这成了双仙，关子，这个收得很好。对啊，还要再搜刮它中间吗？冲下来，这个冲也是很厉害的一手啊。对，这个黑棋断不了，因为我这吃了吃就连回来了。对，这个黑棋看上去收得很有问题吗？我觉得这早知如此，是不是当初这个打拔不是好棋啊？对，好像没什么意思。对，被白棋这么冲下去的话，我在想这块会不会也被搜刮呢？对，它必须得连上，不连上的话，肯定是要被搜刮的。所以这刚当初的这个扳了打，看上去可能捞得挺凶的，这可也许是问题手啊。现在他扳一个，这是不是连上了呀？可以扳，是可以连上，但是这个局部你被他冲一下亏了。目数上对缩了，缩了，并不便宜这个目数。冲一下之后，他先提一个。然后冲这个，联络。而且是继续，只要白棋把这个连上了之后，黑棋的眼位，好像又受到了威胁。黑棋这个时候也拼一把，靠进来。白棋就是双柱牢牢的补住，
它是虎这个。嗯。很犀利，他叶子棋很犀利。对啊，还要加进来。反而要他难道你一下？他不担心自己的中间啊？担心，但是就是他补之前，他要先便宜你。我就粘上。然后再补，再拐。这样的话，拐一个这个地方的眼位是做起来了，一只铁眼。整个的这块安全了吗？不是很安全。整个这块呢，就是这个地方有半只眼。这边是一只铁眼，这边呢看上去是没有眼。如果这个没有联络的话哈，那人家冲了之后把你这个眼灭了，黑棋就有点危险了。但是我们看黑棋这个地方有没有点味道，这么多断点。对，没什么棋，你要搬的话他可以打这个，打这个打吃是先手断。你要粘这个的话他退这个地方，总之有点味道，但是应该也是没什么，应该是断不了白棋，他也连不上。对，但暂时白棋也是不敢去动手了。应该是45，看看黑棋，该黑棋是吧。黑棋刚拐了一个，拐这个白棋，那就只能收官了。对，白棋补了一个，白棋在这地方走了一个。对，这还是先手。那对，这个中间一点问题都没有。粘上。啊，连回来。因为这个棋飞一个啊。好，把中间这个空撑起来。同时，我们刚才讲了，威胁黑棋。威胁着的。你这块棋得说说清楚。竟然还不怕，他还在抢官子，大飞一个。他也必须得抢了，可能他这个时候时控也堪忧啊。对，因为中间白棋无形中又长了这么多目。对，我们看，其实陈耀烨在这个中府的处理上，我觉得还是太急躁了。尤其是我觉得这条棋可能有点问题，这条棋。可能还是收这边比较好，安全。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他当时实地已经是明显是不错了。被白棋很机敏的走了之后，这个中间黑棋太惨，尤其是被点进来，被搜刮的太惨了。对。这儿欠着俩。被迫走单关，然后白棋这边是掌目，这边招招都带目，而且这还欠着，到处欠着。对，这边是不是？这边倒是连着的。这边倒还好，这个先手。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先手，你这边又得被我搜刮，你的半只眼还在吗？他现在就来了，他现在搬一个，白棋就粘上。然后虎一个。白棋就过，粘上。我也粘上。粘上。然后黑棋连这个，白棋一顶，这个黑棋得做活了。中间要做眼了是吧？这必须要做活了，你再不做活的话这就不客气。其实白棋刚才这个就是已经很给面子的下法了。可能是他对于形势的判断的一个自信。对，他觉得这直接杀黑棋就非常危险了。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很清楚，黑棋没有后路了，这边白棋飞一个已经把黑棋后路断掉了，那这我一冲这个两只眼是看不到的。那黑棋要补活啊。现在黑棋补活，黑棋建一个，白棋贴住。这个可能白棋是判断，我觉得白棋估计是判断他已经赢了。所以就稳稳收兵了，也不再跟黑棋再跟他折腾。团住。黑棋挡这个。这现在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官子，对，开始收官了，然后并回来。黑棋这个单平一个，这个大家注意，接是不便宜的，看上去撑了两目棋，但是人家一扳粘就回来了。对啊，这边硬腿，人家就那边还有个大胜，就进去了。他厉害的时候还可以搬了做劫，搬了虎在这儿，这就更厉害了。所以这个时候要退一步，并在这儿，这才是官子是好手，是正确的下法。然后看看什么地方加，这个加进来。这个官子是加一个，然后这样拉回来。对，这个加一个，黑棋不能立，白棋可以断，所以这样的话，白棋，他先铺了一下，再粘上。
这个白棋又便宜了一点。白棋还是下的非常清楚啊。这边跳一个，你看挡住。谭笑还是下的很清楚的，他这个前半盘下的比较温柔哈。我们看后面越战越勇啊。就觉得开始他这个后啊。就觉得咱好像就没太在意，对。但是慢慢的啊，他就把这个后竟然都能变成实控，变成实地，他能把它收回来，把它这个作用发挥出来，这就非常厉害。对，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下一下，确实挺厚的，但厚到最后仍然是厚，那个就惨了，对，就干厚。嗯。厚到最后也没有见着木，嗯，这个银行存款到最后都没有兑现，后市就相当于是银行存款。投资嘛。对，投资，对，最后他真的是有收益啊。对，他这个就是有收益了，他这个是，投资了一个好项目，看来是。来去站上。好像白棋之后的掌目啊很多，很多，但是黑棋的控始终没涨。对，我们从发现啊，其实从这个白棋开始，从这个阵大家还记不记得？从这出来之后，就是我们说转换完了，对啊，转换完了，黑棋应该还不错，然后再点了两下，白从这阵出来之后，黑棋几乎是没涨目，没涨目，一目都看不到涨，而且是缩水。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在缩水。嗯。都跑二路边，都跑二路去了。我们之前说这个中府，怎么讲，可以当个后，当一个那个势力来用吧，不能说后势，但是总之是一股势力。结果最后也是两眼做活。对。嗯，而白棋呢，这个地方膨胀是显而易见的，是啊，涨了十几目。我白涨了这么多，而且这些都是在嘴里，对，都是在对嘴里含着的。所以这个收，从这个后半盘收数来说，黑棋显然是非常的失败走的。黑棋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这个掌目的这些潜力。对啊，而且可能啊，是不是黑棋也忽略了白棋的这个后，所以就像是刚才这些就一直在判断着收官的时候在看哪个大，其实哪个大固然很重要，但后保也相当的重要啊。是的是的，谭笑这盘棋还是下得很棒的，他的这个绵里藏针啊，是一直是隐而不发，后味一直是隐隐的再去搜刮你，就到最后他都一直没有去这个下那个狠手啊，没有，他这屠刀没亮出来，但是也不需要了，对，他很稳的最后是谭笑中盘获胜，中盘拿下了这盘棋，后面还官子还进行了一些但是应该是以胜负没有关系了，对。那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为大家带来第二盘棋的讲解，一会儿见。一会儿见。